嗨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是不是发现很久没有看到我直播呢？是的，是的，今天难得假日，周末，星期天。其实呢，我今天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见证，我要邀请我朋友进来。对对对，耶，他已经进来了，大家稍等哦。这位朋友进来哦。嗨，听到吗？听得到声音吗？听得到。Yes， 听到。耶耶耶！哇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因为刚才出状况，所以对对对，延迟了。OK， 所以在线上的大家听得清楚吗？我们的声音？大家好哦。Okay.的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访问到苏莹。所以你最近如何？因为 MCO 大家都在家。其实 MCO 哦，在家哦，我也好想在家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还是有上班，因为我是做开杂货店的，那么我们是必需品，所以我还是 MCO 1.0开始到现在，其实基本上没有休息到，还是照样上班。嗯。啊，就是没有休假，对你而言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哦。是本来原本电视开到六点、哦，但是现在半天了到三点，就是还好啦，还有还有几个小时休息。嗯，我们聊得那么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其实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阿美达，然后很荣幸我今天能够邀请到我这位朋友，好来。所以你就跟大家镜头前的大家 say 一个大家晚上好，我是 Josephine， 来自 Moa Johor， 应该线上有些认识我的人会知道我是谁啊。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哦，是看来是不是很年轻、没有啦哈。对对自我良好，在你每一个人不会，因为当你接触了 V Aurora 的可连续光电子库的时候，你的皮肤、你的精神都会跟着改善。其实今天呢，大家可能有发现到我的 title 今天打得有点简短，因为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 live 很糟糕。没关系，很糟糕，我还是要做 live， 要往难处挑战。哦，对，发声有我很糟糕，哎，没事。对 ，Angie 也进来了，希望我就做 live 就好。对对对，没事。好，可能就转入正题。Josephine， 其实我很好奇，当初是因为，或者是你是怎么会让自接触到我手上的这条 Aurora 光电子纤维裤？其实认识你很久了，但是就是真的是在 Facebook 看到你 post 这个裤子，然后觉得一样啦，很会怀疑的。其实很神奇，一件这样的裤子怎样能够帮到我？只是拿上去穿不了我，只是应该跟普通的束裤没有什么分别的。头头都是这样想，真的怀疑的心态去看这裤子，不会去、对不会去相信啦、件，对，很像一条legging， 对对对对 legging， 然后还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哦，其实有一点好奇，有点奇怪，不相信。那其实当初有什么原因让你想要投资？因为你那时候一投资两件呢。对对对，是什么原因、其实就是我本身脊椎骨的问题，困扰了很久，困扰了很多年。那么就是看到这件裤子这么好，就是有这个功效，那么我想说，既然我困扰这么多，何不我就投资试试看啊，让我自己试试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功效、真的能帮得到我。那其实说真的，裤子真的帮得到我。可能可以不可以跟镜头前的朋友分享一下你的脊椎骨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其实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啦，就是大概应该是可以说是二零零七年的时候，在朋友家，然后跌倒，穿着高跟鞋，新年啊要美美，穿着高跟鞋，跌楼梯跌了两次。然后跌了过后呢，就我还是照旧站起来，年轻觉得没有事，没有看医生，虚后全部都没有，就是照旧这样子，也没有感觉到痛，就是那一刹那罢了，过后就没有事，我真的没有去看医生，不管他，哦哦，就以为没事了，站起来，以为没事，那么其实就是，然后后来、
就是在其后来是怎实么了？啊，对对，在10年后，其实真的是10年后，预示期差不多10多年后，然后我们在家看戏，在床上看戏啊，脚都很喜欢放姿势，对不对？OK，因为我很奇怪，哎，我的脚干嘛不能放直直？你一放直直，它后面一条根拉着，真的是拉着那个根，然后我就很奇怪，然后腰又痛，后面腰又痛，然后我就。这样的情况维持了，其实大概有1个星期多，忍不住，然后我就去看医生，然后我就去照了一个 MRI，很不幸的，医生告诉我，其实我的软骨已经跑出来了68线，就是在我脊椎骨的 L4、L5、L6，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因为太多出来了，不能开，不能不可以做物理治疗。唯一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开刀，一定要开刀。那么在那个 moment 年轻的时候会自己担心说，如果我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过后我会不会影响我自己的生育状况？所以在对，我看了医生4天后，我就答应马上开刀，就是马上进手术室，很勇敢哦，其实很勇敢，真的。不用看很四害天怕。的现在回照想片。起来，那个手术室里面的灯光啊。麻醉要怎么样子，还是很新鲜的那个东西，很新鲜在脑海里，哎真的，呦过了这么久。，OK，那一个手术大概动了多久啊？那个手术原本其实是应该2个小时多，那么当医生过后出来的时候，他是说因为有发现另外一个下边的骨也是跑出来了，就顺便跟我弄一下，所以大概差不多5个多小时，对，对。然后开了刀出来，其实并手术是成功的，手术是成功的，但是呢，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从零开始，像 baby 讲，我需要重新开始学起床，怎么翻身，怎么起床，怎么走路，怎么上厕所。然后那段时间在医院住了时间，住了1个星期多，就真的是从学，物理治疗师就来帮我怎么帮我起来。你不能起身的，你就整个不会动，你要起身，然后你要去就是做一些物理治疗，要走出第一步，那一步踏出去的时候多么的艰难，多么的艰难。虽然说手术成功，但是真的很艰难，好，整个应背该后有不伤能口动，吧？对对，然后到了真的是可以走出那一步，我的伤口在脊椎大概有这么长7寸吧，我有这么长，到现在还是有在。对，会很那个 moment 你医生一直跟我说，哎，伤口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没有啦，真的很害怕，你看起来会很像一条蜈蚣这样子，这么长，真的。然不后，过你挺过来的，不还是基于什么原因，然后你会要穿，因为是10年前的手对术嘛。对，然后开完刀过后没事，我休息了2个多月在家里，然后就回去做工。那个时候的我是在银行上班的，我在银行上班。那么你知道银行上班穿美美，穿高跟鞋。然后其实医生有交代过我，我不能拿超过3公斤的东西，我不可以拿超过3公斤的东西，我不能穿高跟鞋。但是没有拿重的东西，我是有听啊，高跟鞋就是没有，真的还是照穿，就算是2寸这样，其实也不行的，我照穿着。所以就照穿着这样子，就还是这样做着工哦。到了为什么我会再次所谓的复发，其实是有一天在家里拿东西的时候，就是拿个水桶我洗东西。那么当我蹲下来要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一个 crack 一声，自己就哎什么是 crack 一声腰的事情哦。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站直直的。我所谓的没有办法站直，只是我的整个人就像比萨斜塔这样，就是斜一边，人是直直的，但是我是斜一边的。然后为什么会斜？就是因为我的身体痛嘛，那个腰已经伤了，然后我只能跟着那个不痛的位置站着，我没有办法站直。然后害怕，我马上又再去看医生，照了一次 MRI，然后医生跟我说。对，我又受伤了，这次软骨跑出来，但是不大，只是我可以靠做物理治疗来复原我自己。
就是在医院进行一些仪器的物理治疗，啊，一些仪器就是然后那个期间有帮你舒缓到吗？舒缓是止痛药咯，止痛药，止痛药，对，医生给的止痛药，所以你痛的时候多少颗？其实应该是一天有四颗，但是就是，我应该这么说，吃了其实没什么减轻，就是我还是一样这样子痛，它会好，就是它会松根，松掉你的这个腰部的根，你可以站直直，但是偶尔还是会痛，就是会偶尔我会不小心的扭伤，它还是会痛，啊，我不能我拿东西的姿势我不可以这样随时弯，不能，我要一个正规的姿势，蹲上蹲下这样才可以，啊，随意这样弯腰这样那不可以的。所以是因，然后又基于什么样原因，然后你觉得是时候我要投资 ？OK， 那么就是刚好就是在那个 moment 就看到你 post 这条裤子，然后我其实在这之前我每天如果是上班，我 even 在那个就是我第二次复发了过后不久，我是在店里上班的，我自己的店上班，那么我是杂货店 mini market。然后我就看到你 post 的这条裤子，我就说看了就算啦，其实真的也没有想这么多，就像我头头刚才跟你说怀疑嘛，带着怀疑的心态去看这裤子，一条裤子其实真的没有不会让你觉得说会帮到你，因为人们想到都是吃药 supplement， 吃的比穿的更有效 OK， 所以没有人会去想这个。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新年吧，你都会来我家，然后你就 approach 我，跟我聊，因为看着我绑那个束腰，我绑着那个束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绑的话，我很辛苦。我绑了那个束腰，但是后面有铁，那么就是固定我的腰，给它不会乱动，然后我就很舒服。啊，我坐着也绑， okay. 走路也绑，驾车我都绑，没有办法。有时睡着我也是绑那个束腰，这样子哭着我自己的腰，对。就几乎24小时，除了洗澡以外，就是其他时间都对，不然我不能不舒服，真的是痛的。又等一下你看我走路歪歪，真的很好笑，很奇怪。OK， 所以那当你那时候在来我家跟我说这条裤子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没有马上下单的，我没有马上跟你说我要，没有，对对对。然后你儿子 follow up， 我到了过来应该一两个星期过后，我就跟我自己讲，哎，何不我投资一下，因为或许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，可能对我是好处的。那么我就跟你买了两条裤子来穿。哇，对 ，OK， 哎，那其实这中间你就一直在观察，看这飞速的见证啊，对，就像我碰见证。对哦、oh, ，OK， 那我想知道，所以当你收到这条裤子的时候，你开始穿的时候，那期间你发现些什么样改变 ？OK， 那么我主要的目的，我买这条裤子是因为我的腰部，所以当我收到裤子的时候，我就穿，就像我前面所说，我本身是开 mini market 的 ，OK， 然后我店里呢是没有冷气的 ，OK， 就是没有冷气的 mini market， 就是。但是我做工的时候，我把这个 Aura pants 我穿进去，我在外面套上一个我的牛仔裤，就这样子穿哦。别人可能会想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穿？这么热，两件马来西亚的天气，哪里可以打鼾？其实是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因为我穿了它很干爽，然后你不会觉得很热。然后我穿了，我觉得我的腿，我两个腿，我的腰很 support 的。我很 support 我，然后我蹲上蹲下，我走路很 support 我，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腰痛。然后它非常的温温暖暖的，在我的腰部这边，其实真的穿了很舒服，对，很舒服。然后就我不需要去绑腰带的，就是我每天真的固定穿。我其实很勤劳，我偷偷拿冷色裤子，因为你跟我说晚上睡觉也穿，然后我上班我也穿，就是两件轮着穿，轮着洗。每天洗的很勤劳，穿了回来洗，然后另外一个就穿睡觉又再穿，这样子。我除了冲凉之外，我穿23个小时，我连续连穿，真的。因为对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买了这个投资这个裤子，对。
然后如果是说你只穿一两次，你不可能会看得到效果的。每一样东西都需要，就是说一些时间，你要给它一个时间见证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给我自己大概是3个月的见证，然后看到的改变是真的，我不需要再去绑那个束腰，我也很少再吃药，就是解决我腰痛。在另外很意外的，因为我有膝盖痛的，因为之前就是生宝宝说，其实我很少喝牛奶，喝咖啡比较多。然后我两个膝盖有时上楼很痛，就是捉住那个把柄，像趴着，一脚一步步这样上去。然后当我穿了 Aura Pants 的时候，其实是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就是很轻松的，这样上下楼梯没有问题，蹲上蹲下没有问题，是真的是帮助我很大，特别是我在腰部的那个 moment 那个部分，真的很感恩，真的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看我现在可能又在一直绑着腰，真的像老人家这样，真的。因为当我去做那个物理治疗的那个 moment， 其实他是用仪器，然后在我的腰部就是绑了一些东西，然后我的腿脚下面有一架 machine 这样子，就拉我的人，把我整个人拉长去，就是要把它拉直，拉我的骨拉直去的。然后每一次做大概要，就是每一个步骤它有几个步骤，做大概要1个小时，然后我一个礼拜大概要去2次，然后我有在外面，就是外面做，也有在KBJ 这样子做，其实费用不少，但是没有见效，有见效没关系，但是费用没有什么见效，费用还是一直这样走着。那很好哎，至少你现在投资了这一套护子过后，你发现改善了你的这一些脊椎酸痛啊，甚至是没有办法挺直，因为脊椎是我们人的最主要的一个，对，最主要的。对，而且我还是在人家所谓的梅隆关，在下面了的那更危险的地方，在骨盆的地方啊。然后这个裤子可以帮助我们收住骨盆，所以其实当我生了小孩过后，我再穿，其实真的是很棒，很棒。你会觉得你整个人瘦小些，看到人觉得对，收住骨盆，真的，因为常常我们女生啊，如果是生完小孩过后，大多数骨盆都会张开，对，那一扩张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们无论是在坐月子，虽然有做了一些传统马来式的那种，无论绑了那个带。不过因为那只是几天，对，因为这个是长期的，这个 Aura 装，对，它的这一个设计呢，其实就已经加了，然后有一段是收紧我们骨盆的，对，无论我们已经把已经生完小孩几十年都好，然后你都会看到那个效果，因为我当初自己也是这个骨盆被缩小，然后当我们穿衣服就会发现，还没生产之前的衣服裤子都可以穿回，还可以穿回，不过说实在。很感恩，感恩，很谢谢苏莹今天很无限的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，其实是这个是对她以前的痛，非常的痛，因为其实在这里不能分享我的一些视频，其实如果能分享，大家看我走路的那个 moment， 你真的会觉得，昨天 Zoom meeting 的就会看到，你真的会觉得，很痛，很痛。然后当你的背部是紧紧的，就是那种紧紧的，你不能 release 那个东西。所以你只可以躺直睡觉，躺直直的时候，我是要睡如果木板的东西、硬的东西我才舒服，我不能睡软软的床，不可以，要睡硬的。因为整个对，那好，依然感谢。不过在我们要挂线之前呢，明峰 Chloe 你也进来了，对，没事，把这个视频大家如果帮我 share 出去，对。对，我们大量的 share 出去，因为真的需要，在我们身边，可能甚至很多亲戚朋友，甚至一些老年人都很需要。不过在这里呢，可能朱茵有些什么要呼吁一下大家，说怎么样看待这个 ？OK， 其实在我投资了过后，就觉得说，其实这是有些人啦，就是我的 opinion， 就是第一个看法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产品贵，这个东西不值得。那么其实在当你我的 advice 是不要用一个金钱去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，其实当你拥有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会有无限的可能，然后给你更大的价值。那么我也希望呢，真的这个视频如果是说在线的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身边的亲戚朋友也好啊，
你有听到某某某某谁也好，有跟我一样这样子的，然后请他来试一试这条裤子，本身是最好的见证，其实多说没有用，因为东西你要试，试了才会有效。哎，这个就是我的分享。对，好一句，好一句，苏云的那一句就是一定要试，因为大家听归听，看归看，东西没有在我们身体上，你永远体会不到这条裤子科裤多么的神奇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还很犹豫，很想看观看一些关于苏云他本身的一些 video？ 可能在这个直播下，如果有谁有兴趣的 PM 我，我才发给你看哦。因为毕竟是比较隐私，毕竟真的是十多年前，真的很痛的一些 video， 对，很痛的经历，我觉得历历在目。对，一个经历。不过说实在，可能在这里我可以呼吁大家，我们在近期还会再举办多一次的 Zoom Party。这一次 Zoom Party 依然是会讲 Aurora Pen， 然后苏云呢依然是那个见证分享者。不过下一回的 Zoom 将会是广东话的广东版，好不 好？所以大家留守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苏云的 Facebook 啦。好，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谢谢，拜拜。